你说这孩子他不热吗？球鞋、长裤、袜子。那你不热啊，乖乖？我好像……你哪一天是最热的？这是我最热最热的极限，好像在这儿都还好，就还没到。我来这儿的每一天都是我最热的极限。所以啊，我建议下一季的《向往的生活》录制在北极或者南极。这是我的以后的新帽子。Cool。哎，这个帽子好棒啊，双层防护。黄老，你看这两个。戴着四个帽子的俩。戴着四顶帽子。你就是这秋千上面最亮的仔。